首先欢迎大家出席由暨大学华语学会主办第六届暨非亚洲中学华语歌的公开赛。马上要进行的是本赛会第一场的外围赛，我是这场比赛的大会主席李玉婷。坐在我左右两旁的分别是正反方的计时员兼计分员佩斯以及燕云，欢迎他们。Thank you.